嗨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呀！我是肖公公。今天3月20号了，又是多云转小雨的一天。我还想着今天要下小雨呢，我把这个1号麦秆和2号麦秆都拿过来了，还有这些乒乓浮梁锦。乒乓浮梁锦我已经有3-4天没给他们浇水了吧？我想着接一点雨水，不是说春雨贵如油吗？不知道今天这个小雨下得下来不啊？给你们看一下这一筐的多肉，这个是我们黑蛋的妈妈，这个是花剑吗？你们说是花剑还是飘枝？以前我以为它是花剑，没怎么管它，我想着等它长出来一点再剪它。但是现在长着长着，现在都还没有看到花骨朵，我在想它应该是飘枝吧。然后这边莫名其妙的枯萎了一片叶子，以我的经验，我在想是不是要抱小崽崽了呀？也没有看到小崽呀。春天到了，你不忙着生个小宝宝吗？看来没有。然后其他的这些都是第一次从黑蛋妈妈身上扒下来的叶片，成功了这5颗，表现都还不错。这些都是9月12号移的啊。然后现在我最喜欢的是这一颗，因为这一颗没有下过它的叶片，本来当初准备对它下手的，下了一片还是两片都失败了，它太护它的叶片了。然后其他的这些都下过叶片，就感觉有一点株形不是很饱满啊。还好当时下的那个叶片成功了2-3片吧，第二批下的叶片没有第一批成功率那么高。再来看看我们的钻石纹婚戒，这个钻石纹婚戒移到这个小白方应该也有8-9个月了，你们看这个母叶还在呢，这一颗的母叶还在，我真的是太厉害了。其他的母叶，这个母叶已经消耗了，这个的母叶也已经消耗了，你们看这一颗，这个已经长出一个小飘枝出来了，这一颗现在都不能放进去了，你们看就是放进去以后，它的这个叶尖会戳着它，然后它的这个叶尖又会戳着它，所以我要准备把它拿出来。这一颗长得好周正哦，而且我惊讶地发现它这下面还有一个小崽崽呢。我想给它换一个大一点的盆，然后把它这个下面的叶片啊稍微薅一点下来，这样有助于它这个小崽崽的生长。还有这一颗，这一颗应该是它在边上吧，可能有时候浇水的时候那个水管把它给碰着了，你看。直接就可以拔出来了。我想给它也重新换一个盆，其他的都还好。这一颗头好多哟，有4个头吧。但是我想让它在这个盆里面继续长一下，先不管它。这个也挺好看的，钻石纹婚戒要控养出来会非常的好看，它的那个暗纹特别的美。我们现在把这一颗给它脱土。看移到这个小白方以后，它的这个根长得也还可以哦，但是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好，我还想着应该会把小白方占满呢。它到这个移到这个小白方应该有快半年了吧，说明它的这个根长得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好哦。这下面是长了2个头出来，小伙伴们看，这种真的是盆太小了，你不给它换的话它这2个头都无法长出来，你看都有点畸形了。我把这个给它扒一点叶片，这种也，小伙伴们你们不要看这个叶片那么小啊，也是会成功的耶。看这样的话它那个这个是小头就好长大了，这种叶片如果生根发芽了我就留着自己来叶插。这个也可以弄一点下来，这个是奶毛猫的叶片了，最初的时候在这个母叶，你们说我把这个母叶取下来它会再次成功吗？我感觉好像还不好弄了，算了就让它这样吧。这一片可以扒下来看，然后这片这个母叶在这里还挺碍手碍脚的呢，想把这一片叶子扒一下都扒不了，就这样吧。把最
把最小的最开始叶插出来的那些奶毛毛的叶片给拔下来了。好，这一颗就这样。哇，好周正啊，漂亮，母叶还给你留着呢，还没给你断奶。然后这个土我就不拖太多了，这个根还可以继续用。你们看这一颗，因为它在边上啊，经常碰着，所以它的这个根都没长什么出来。把这个边上的土给它稍微弄一弄，有时候我们就是要经常检查一下这些多肉。这一颗的话，我就哎呦，你们看它这里又长一个小头，哇，这下面好多头哦。我把这个母叶，把这个干枯的叶片给它拔掉吧。那刚才那片是母叶，哇，你们看这，你们看这下面，这里有一个头，这一个头，这里还有一个头呢。好吧，到时候我给你找一个大一点的盆。这一颗我拿下来了，我是要给它换盆吗？那我给它，要不这颗要不给它换一个大一点的盆？这里有片好小的叶片，那我给它换一个大一点的盆吧。小伙伴们看，我准备了一个小圆盆来种这一颗四头的钻石王婚戒，然后带的土越多越好啊。哎呀妈呀，也没多少土带呀，这简直是被它欺骗了。来来来，给你搞一点这个土，这次你进这里面你可得好好的长了啊。这根长得不咋样，但是我感觉这个状态还是挺好的呀，也还比较肥啊。来吧，我们的三件套来啦，小白药、小粉药、控湿肥，把这个给它稍微扒拉一下。好，母叶暂时不取下来，就这样吧。你看，就你是因为头多让你入住了这个豪宅，你好好的把这几个小头带大吧。轻轻的拍一下，让它这个土壤均匀的下沉。看，还可以哦。等会儿用麦饭石来铺面吧。还准备了两个比较素雅的盆，这个给它放上彩虹石。我看这个种在这里面，这一颗种在这里面，可以吧，小伙伴们？可以的，我自己自我感觉良好。小白药、控湿肥、小粉药。其实这两个盆都差不多，还好他们是那种敞开的那种敞口盆，比较适合以后的脱土。这两天虽然说有点冷啊，但是白天的最高温度有21-22度，不刮风的话还是可以。今天早上没有刮风，所以我觉得还挺舒服的。等会儿拍完视频可以多干一点活，可以，这颗种下来就是这个样子了。然后这两个头你们茁壮的成长吧。好，送你喽。不错啊，漂亮。我再来把这三颗小钻石王婚戒移出来吧。这不又空了小白方出来了吗？哇，你们看，直接就拔起来了。小的时候你看好萌啊。这一颗母叶已经消耗了，也还不错。刚才那个是双头，这个是三头，哇，正好一个单头，一个双头，一个三头。这个刚才那个土有点多，弄一点土出来。控湿肥，
三件套来了，然后我先把这一颗种上来，下面的土稍微给它松一下。这个是不是感觉就有点下去了？没事了，咱们再放一点土上来就可以了。这种都是非常灵活运用的啊。挺好的，棒棒的。放这一颗吧，这颗是一颗单头的，哇，这颗还挺好看的，萌萌的，然后就它的母叶还在。你看，一个妈妈带一个孩子，她的精力就好一些，所以妈妈还可以这么好看，漂亮。小伙伴们看，这就是今天早上的劳动成果，又移了三颗钻石纹婚戒的小苗，然后这三颗呢，由于它们的颜值比较高，这一颗呢是因为一直都没有长好，然后这一颗呢是因为我发现它这下面有小头，给它们移了盆，今天就不给它们浇水了，这不天气预报说有小雨吗？我就等着雨水来灌溉你们了啊！如果明天还没有下的话，我到时候明天再给他们浇水吧。好啦，小伙伴们，那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喽，拜拜。